哎呀，别进了个爹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办、啊、哎呦，哎呀，怎么你怎么一下子进化成这个样子了？怎么了金哥，勇敢面对你的人生吧。干，哎呦，比我想象的那个。哪个是你的这个？这个，我的个妈呀，这谁的船？这是陈涛的床。妈呀，挺好的，算鱼排嘛，没办法嘛。那就这个虫要在这个里面。涛，你给爸爸叫的不错。我回上海，你在这儿吧，换一个老勇士上来。你别吹了，别吹。就很多时候做着做着，就是因为太多别的事情。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你知道徐老师怎么讲吗？还是你们的能力不够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起来就是儿子。母亲是爸爸和妈妈的骄傲，大不了回牡丹江呗。那个家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一直来，欢迎，前面为你们准备了一些烤串，还可以唱唱歌。哇哦，不错嘛，好香啊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哎呦，这今天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今天？哎呦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看到这个肉，儿子，香火不要哦。哎，就是又看到爸爸妈妈的。画面和声音肯定是很熟悉很亲切吧，然后我不知道说什么。Hello 飞哥，飞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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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，老妹儿，老妹儿，哎呀，有有有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个叫什么经典永流传？这个张照片是最经典的，这得好好说说。哎呀，怎么你怎么一下子进化成这个样子了？哎，就是一下子长大的，你不懂。我以前以为我是喜欢孤独的，但是后来逐渐。跟大家接触久了之后，所以我是喜欢热闹的，因为我现在逐渐喜欢热闹，我还想说习惯热闹。3、2、1，耶！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小窝。走走走，来来来。这长了一个这么小的媳妇，你这得浇点水才能。我估计不知道不浇水就得完了，干巴死了。要不要上去看看我的房间？顺便帮我收拾一下。哎呦我天呀，他们这十几号人住在这一个晚上睡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交响曲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大自然，还是舒服。非常舒服，就是彩虹洋溢。这个是不是世界的尽头？这是大海。走吧走吧走走，你这个点跟这个点，看到我妈来了，开始了。哎呦天哪，我可是做了美术馆的人呢、行行行，厉害厉害。我觉得我快一点。怎么你包的跟别人不一样啊？妈妈谁说？那个刘应军都说我包的可以哦。刘应军老师主鼓励式教育怎么样？对折很不错，非常不错。你看这个不是我吹的吧、心疼你，加油吧！加油！谢谢大家！加油！加油！扁扁不是要落地吗？等他落地以后，我要带着我的朋友，啊，过来来看，然后我会很自豪地跟他们说，这就是我的儿子或他的小伙伴们的成果。哦！我会很自豪的，真的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心！开心！最高37度，哇！这个后面的杂草都长到就是，哥，你看这个草现在长得就是非常的茂盛啊。你那是不是有除草剂？然后咋用啊？
用锄头锄锄就可以了，打草药这样不好。什么？哎呀，嘎手啊！完了，给鞋子揪出来了，插进去没事。这时候埋进去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？那这一块我不搞了，我害怕我别一把辣椒，哎呦，没了。拔呀，拔呀，拔呀，拔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毛巾。可以。万事开头难，先苦后甜。对，先苦后甜。哇，太干净了吧！我们太厉害，非常非常 perfect。